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发表违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精神的声明，无端攻击指责中方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的正当合法维权执法行动，为菲律宾侵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用心十分险恶。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愿重申以下几点：第一，仁爱礁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仁爱礁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中国南沙群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群岛的规定。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确立的，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领土主权是海洋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任何企图以海洋权利来否定一国领土主权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非法无效的，美方动辄拿这一非法裁决说事毫无意义，丝毫不能影响中方依法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第二，菲律宾在仁爱礁的侵权挑衅与美国的怂恿支持是分不开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非通过沟通较好管控仁爱礁局势，并就此达成谅解。但今年以来，美国明目张胆为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行径撑腰打气，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座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多次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所作所为极大助长了菲方在仁爱礁侵权挑衅的气焰，产生恶劣影响。第三，仁爱礁问题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问题，与美国无关。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不断派公务船、军舰强闯仁爱礁附近海域，企图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非法座滩军舰的建筑物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也违背自身承诺。中国有权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菲方侵权行径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私利，怂恿支持配合菲律宾在仁爱礁侵权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方的主权和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的，美方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